由严志文老师带领一群文山社大的伙伴，我手写我歌，写自己的歌，累积创作了已经高达200多首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万大福乐团精彩的演出。我今天来到这些设备，包括除了汽车唱歌之外呢，包括从前段到最后段演出的器材，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的。这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直走来的地方，所以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成果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他们到底在唱什么。我们将带来三首歌曲，等下由他们简单的介绍，谢谢大家。Bye.
迎大家好，我是万大古乐团的玲玲。那接下来我带的这首歌曲是我加入研究老师文山社大写歌班写的第一首歌，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来自一个新闻事件，歌名是《美丽之歌》A New Story， 关于一个少女美丽的故事。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他的演出。Oh,
朱丽叶的叶呀、啊，哦耶，哦耶，北半游。哦，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文山社大万大湖乐团，他们的团名是由来是写自己的歌，众学员与都是资深学员。家具行的老板常黄家开设的万大家具行练团，武士的团名因此而诞生了。